我今天来分享，他是怎么样就是帮他破开棋子。这个是一个非常要有经验的，不然会不会连锁真的是很难处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阿华今天来分享我们菠萝蜜和榴莲蜜啊，怎么样的方式用才比较不会黏黏呢？反正就是破开这种方式，就像以前我分享木鳖果，大家也很喜欢看一样，就是做做参考的。我们也是慢慢做才会慢慢有经验的，就觉得怎么样的方式做才非常的好啊。它这种是非常难剥的，阿华来当你们的白老鼠。来实验给大家看，原来哦这样做也很好，仅供参考。我去拿那个手套，这种还好哦，它不会像说把手扎到，它不会，就注意一点就好了。比榴莲的，榴莲的刺比较深了，而这个刺比较浅。火一为二。深一点呢说比较好，可是哈，上次有两颗已经有点软，其实熟一点，第一个很香，第二个很好破，很好拿那个肉，但是口感的话呢就是有一点软软呢，就像人有的人喜欢吃软一点，有的人喜欢吃硬一点一样，这个不矛盾，看你自己喜好。啊，原则上剖开给你们看，原则上一定要有黄啊，这个还其实有一点深呢，走吧，有点深，它这个籽啊非常的好吃，应该再放一下的啊。那我那一颗要再放软一点再来做，没有没有，我先估计不能再，是吗？没有，肉还可以拿一点起来吧。哎呀，再放一天两天就好了，是吧？太深了啊，好失败啊，没办法。那也不行啊，现在已经切开了，我要把它肉取出来，把籽取出来。要把那个籽挖出来吃。这可以，其实它有黄的，有黄，但是这种情况哈，我们最好是把它放熟一点。那这样说的话一定要微软，正常来说把这个取出来是最好的。婶婶他们有经验说深一点呢就吃起来是脆脆的，它就是这样子的一个，因为有黄就可以了，只是可能这个裂太深了一点点，而且咯越深它的籽啊越比较没有发芽，像这种情况呢那个籽蒸来吃或者煮汤非常好。听说榴莲的籽煮什么排骨或者是鸡肉也很好，很软的时候它就因为它黄了就算熟了，然后你放得很软的时候，第一个好破，然后它又比较有那个榴莲的味。如果深一点它就是脆脆的，而熟一点它就是密密的。有的太熟太软了就拿黏黏的拿不起来，那一种是金丝很严重。就是不提倡到那一步，到那一步的只是味道好，可是就不好，口感不是很好。有甜，可是哈有一个缺点，有点硬，脆脆的，但是很多人喜欢吃这样哦，很多人喜欢吃这种哦。啊，对，给你吃吃看，不是，来，你尝你尝尝是什么感觉、啊、就有点像是甜的地瓜一样，对，这个很小，这个很小，然后我想说这个拿来做示范，然后非常，如果有一点软的话这个非常好拿，可是现在不好拿的原因就是因为它太深了。
如果有一点熟的话，它就非常好的。可是我还是喜欢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你看，就是这个肉和籽非常好吃，它的须须，它是脆脆的，这种就是很爱粘手，越生越粘手。今天其实做的是一个高难度的，像我上次做的那个影片哈，直接一放下来它就开了，然后它这样一排一掰就开了，但是因为它已经柔软了。哦，今天很庆幸的是一剥还会开，如果太深的话剥都剥不开，还可以开，就代表是说还可以吃。那一个人的喜好的，有的人可能不喜欢吃这个脆脆的，我先吃给大家看。可是我觉得好吃的，可以吃，只是没那么软。说失败也不算是失败，如果真正失败的时候，它一点都没有熟。啊，这种有点微硬的话，以后呢，就我就说了，我来当白老鼠嘛。以后大家就是说。一定要按着唯一有一点软比较好。才像这种情况分享给大家看的话，有一个好处就是哈，还可以完完全全的分享说哦，它的整体化，如果你太软的话根本没有一整块的。我上次那个葱树上弄下来已经软了，只是拿了一坨，哎，有些时候一拿不小心它就会乱掉的，烂了。听说哈，菠萝蜜和榴莲呢，在泰国还是在越南呢，他们的特产嘛。然后听说坐月子的时候哈，一个榴莲抵三只鸡，所以多吃这个好，非常营养，抵三只鸡的营养。有这么大吗？也会哈，因为听说吃了上火，然后你就多吃一点那个山竹，一个水果王，一个水果后。哎呀，大不要流口水，都被我吃了。我还是觉得好吃，就是这个不能吃。可以吃的，这都可以吃，喜欢吃都可以吃。那这一坨非常完整，非常漂亮，而里面还有一个籽，加上旁边一块肉。那我就分享到这里，这里是它的籽，它的籽。有点黏黏，这种是最深的，其实没有很黏，戴手套非常干净，因为我有经验，以前都黏的报纸上到处都是，然后满坑满谷，然后刀上还是什么上都，哦，弄到处，但是现在看起来这个还蛮深的，也就是说非常黏的，也效果就是这样，那皮就是这样，啊，剥掉了一点点肉肉，然后这就是肉质，哦，那边边有这么多的肉，Hello， 我已经用好了，看一下。
他是这样哦，那真的是他的心还有这弄了一块，然后是这样，然后这边其实还是没有怎么粘得很严重呢，就是刀可能要处理一下啊，整体上的话就是这样而已啊。我们吃的时候啊，就把那个籽啊蒸起来吃，或者煮汤，然后肉这里没有叮叮当当，没有到处粘，没有很不好用哈。那这是肉，那阿华今天就分享到这里。榴莲蜜、菠萝蜜、菠它就是这样子分享给大家，让大家做一个参考，以后也知道是说自己想要动手来吃好吃的东西的话，是怎样的方式去做比较快，而手上也不会黏黏呢。谢谢，拜拜。